全民最大党，我是郭涛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周末看贪赌新闻，你会不会觉得江湖险恶啊？日头炎炎，心里一股寒意。那当然了，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发生到现在这两天也没有其他的新闻了、啊，连婚外情的这个都被改掉了啊。好，那这个问一下林超新啊，你对这件事的看法？我是刚刚哈，现在的周末哈，好像就是说一定要在家里面看新闻才可以，难道我们不能去踏踏青吗？也可以看一下电视啊。对，但是新闻因为每天看的都是差不多哈，别让它呆完了啊。所有的这个有线跟无线的整个新闻电视台加起来十几二十台，是我们今天转到一台一看，哇！贪污的政府官员哈，这个贪污案已经承认了哈，心里面就觉得不是很开，因为老百姓选出来的哈，这些民意代表居然做出这种事情，心里面就已经有一股寒意了。我们来不要看新闻台，不要看政治的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可以啊，周末礼拜六的晚上六点的有一个看这个移动新乐园。对，那个是还不错。对，那个是出去外面玩的，也是可以的。带大家出去增广见闻嘛。对对对，是是是，玩游戏得奖品的，他是可以。那个水枪喷在比基尼。对对对对，还是说林思豪？对，还是说我们在全身上面的有那叫那什么发胶了，还是用什么泡沫弄了？那个也是夏天的时候很好的一个。对对对，还是说我们不要看这样的新闻，我们再转另外一台一看，又是未婚生子的哦，科技大佬的承认说自己的外遇的。这样子护理的头发被盖过去了，对，也是被盖过去了，但是他还是有在放嘛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对，现在有在放，这样害连累害到一个叫小优的哈，本来那个李珍妮画到一半，然后忽然就变成小太监了，反正那个角色也是过渡时期，下次也不会再，那就不要去看这样子的新闻了，哦，那干脆我们看体育新闻好了，体育先一打开，陈伟英球又输掉了。一般的球迷心里面呢，又觉得很有失意，要不然就王建民两局又爆了，然后又被下放，有没有下放我不晓得，但至少已经变成一个中继的一个在放牛棚里面的，心情又不知道。那干脆我们不要看这样的新闻，我们看一下天气好了。天气新闻一打开，你看看，今天百来对，每一天拢三十度以上，天气这么样的炎热，家里的冷气要不要开？你要不要开冷气？当然要开，当然要开。冷气一开了之后，电价要涨，你要不要付那个电费？还是得付。所以老百姓的心情还是不是很好啊。所以我刚刚哦，很多的新闻其实可看可不看，看的对心情就不是很好的话就不要看。现在全台湾只剩下两个新闻可以看了、啊，哪两个？一个就是蓝绿新闻，一个就是阿奇兔新闻呐、啊。是，这讲的真好，是没错了。就剩下这个两个新闻就不够了。是新闻节目，那个是对。你如果不看新闻节目用听的话，只能听阿红之声了、啊。对，阿红之声那是广播。三个了，就有三个，就这三个可以看的、啊、所以说执政的是国民党，小马哥，你是不是要出来负一下责任？不要只是说啊，用人要特别的专心，要特别注意一下。我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子，老百姓不会幸福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，那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了、啊，现在我们的这个行政院的秘书长好像不是行政院长来任命的，是我们总统在任命的，根本不是行政院的这个人马啊，行政院长的人马，会不会这个做起事来就会 KK 的？用人要注意一下、啊。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清朝的大贪官呢、啊，和珅呢、啊，还有旁边这两个小太监呢、啊，啊，听听看他是怎么用人的、啊，和珅。大家好，我是和珅呐、啊。小右子，小趴子，向圣爷请安呐、啊。啊，这不要叫圣爷嘛，他刚刚就说我这衣服宽松，我是年轻的，不要把我叫这么老、啊。那就是，小右子，小趴子，向圣哥请安呐、啊。圣哥，那天的国下，儿女心急的回望。不需要，不需要啦！你再怎么唱，我心情也不会好。或者是，你看那些人听到这则消息，心情不好。我听到这则新闻，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。哎呀，你说要偷我的经世名言，你也要有我这个脑袋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他遇到那些特侦组问他的一些问题，哎，前前后后突然间有证据出来，他马上讲的就不一样，谁都会觉得他是有罪的。哎呀，禀告是的，没错啊。看这个啊。前后反复不一，如果说今天这些问题让他问丞相，难道您能回答了也是很棒吗？当然了，这些问题来问我，当然有办法回答，我是和珅啊。那我就问了，好，来问问问，请问和珅，外传你贪污受贿，请问你有什么要辩驳的呢？我承认我有偷，我有去贿，我去污这些钱。哎呀，丞相啊，您看哪有什么头脑来去这个应答的？你根本是直接承认。我当然直接承认，因为在清朝，我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嘛。乾隆皇帝他就是疼我嘛。何况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录音笔，要是有录音笔在，我还是一样是会直接招供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你知道乾隆皇
他跟马英九他是不能做相同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乾隆皇帝是可以疼我，但是他后来结果怎么样？让清朝后来没有钱可以用，因为我的钱比他们还要多，导致后来八国联军他们根本没办法打仗。所以我说马英九千万不可以学习这乾隆皇，要是有那种不好的人，千万不要把他留在身边，特侦组就赶快给他办下去，不要让大家说有什么偏袒蓝绿的问题了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啊。这个讲到这个很好哦，这个阿扁时代的时候一人贪大家都穷啊，但是马英九的时代呢，一人不贪，这全部人都在贪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阿红之声。跟可乐哪一个会先死掉吗？答案是可乐，因为它一下就没有气了啦。不亏啊，这个断气的哈。嘿，指导马老师，来 Q 点 Q。指导二。嘿，阿红今天欢迎大家来呛声，我是阿红啊。我是讲话上紧、上无耐心的艺人。是，今天要说的听众朋友，你要关心到一项报道大代志。代志好，代志别空啊，哈。这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啊，林义士啊，伊承认讲啊，有啊贪污啊，有乌色啊，这就是国民党的议员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啊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林义士啊，哦，竟然去用乌色呢。一睏头啊，你敢知影？伊乌色金额偌济？有6300万呢！啊，所以伊讲伊会当甲 A 股提上去雄鹰啊？提上去安尼敢有效？啊，这种代志真尔清楚着。就好像是讲哦，你咧共扒人个头位头啊，上个扒落了后，你讲啊，歹势歹势，我扒唔着头啊，我手搁害你，安尼敢无算共扒着？所以是不是安尼？哎，哦哦。哎哎，你就创啊，你创啊啦！我甲手摕倒来就好啊，歹势。安尼嘛唔是啦，安尼嘛只是甲扒咧啦，迄个证件嘛是要送病院啦。无安尼，这是西的你的水。系我的水，对对对。那你啉几水？哎，你啉我的水。啊你！哇，你人水水，那一支水垃圾贵啊呢？啊，你啊水害我。做电台无人当。真诶哦，我啉一水啊，看卖啊。哦哦。没啦，其实还好啦，嘿。所以你讲讲，你来看卖，你来讲乌色，吼。啊，若讲哦破形的时阵，你来破上重的安尼不才对。我应该叫林医师跟阿扁也拐走会，因为拢有影。对啊，一定要跟阿扁也拐走。跟阿扁也无关系啦，阿扁也落去乌钱啦，无咧乌色啊，怎么跟阿扁也关系？所以我跟你讲啦，林医师哦，这个也像是剃的剃棒啊啦，鸡嘴变鸭嘴啊，对不对？你若有乌色就是乌色啊，你若林医师，伊本是国民党来的，所以说全拢是国民党的名啦，这样就听众朋友说啦，阿红之声你有。阿红，嘿嘿，林医师是被陷害的啦。林义士被陷害啊！哎，那不来搞啥陷害？我跟你讲啦，这人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半夜敲鬼来敲门都不会害怕啦，对不对？像我这样你要这样牌的人，对不对？刚有来提6300万来搞乌色，哈，无可能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无一个朋友在了提6300万出来，他讲6300万，因为3300万提不出来，啊，你听好无？我无遐尔有一个好朋友啦，来阿文姐，你有？艺人，我愿意把我的心通通交给你。啊，你可以把你的钱通通交给我吗？可以吗？应该是不行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没有讲话，因为他的有钱，他就说我通通给你，通通给你。所以哦，他这个还是很帅，很小气啊。你这个滚啊！来，阿红接下你哦。阿红，我进前给你6300万，你奈无帮我超代志？6300万。你给我6300万，我阁无甲你超代志，我会去做这款代志。你若有招我，我绝对代志甲你处理到才好势。是安怎我无甲你处理？为虾米？我因为大富翁的钱啊。你笑会出来？你来跟你滚孙笑，你跟笑会出来？咱的电台会滚孙笑的哦。你阿呛啊？你阿当个啥啦？你红啊？未咱三百五百讲未啊？对啦，先电台啥物建议讲讲的啦？哎，特亨机场的停车场出现 D I E 的英文字呢？啊，再重是啊，都系英语啊。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啊，特亨机场哦。桃园机场现在出头够多，进前吼讲什么什么漏水啦吼，啊无什么塞管破去啦，还塞碰到臭泥巴啦，即马搁较厉害，竟然连续出来出现 D I E 的英文字啦。啊塞 ，D I E 什么意思？D I E 你唔知道 ，D I E 是真恐怖的代志呢。D I E 啊就是串起来，死翘翘的意思呢，迄真无格调的呢，你唔知啊？不是啦，迄个机场是 D 区加 E 区，啊，该分开中午一条线，啊，看起来叫做 D I E， 不是 D I E 是西桥才有艺术啦。但是你也知影呢，机场迄个所在你有一个 D I E 哦，就是哦，敢那敢那同款有迄个形哦，迄就才歹结掉呢。
坐飞轮机哦，真侪禁忌呢，你也知影呢。都好，但是讲啊，你若坐飞轮机的时阵，你袂使食啥，袂使食醉鸡。是安怎袂使食醉鸡啊？这个还开水哦？啊，你食醉鸡就是表示醉鸡啊，你谐音都不行啦。你可袂使讲，哎，B B， 你要坐飞轮机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为什么一路顺风很好啊？好个头啦！好了，那顺风你都坐船啊，一路顺风。哎呀，坐飞机哦，顶管哇，机顶啊，你爱乱流这堆东西，那是坐飞机。你惊惊死哦，对不对？上重要一项，当你坐飞机的时候，袂使去上大号。是安怎袂当上大号？上大号嘛袂使。袂使。顶一回我甲迄空服员讲哦，啊，歹势，我要去放。放啥？啊，用两下。棒，跟他炸团的英文花一样，棒，哎，不要哭去啊，真的。所以讲哦，坐飞机这个禁忌哦，大家都千万唔能讲，啊，那就不好决定，你敢知？哎，使，啊，这个多啊，啊，当然跟多有关的呀，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，讲什么叫做什么什么《绝命终结战》呐，内底吼，足侪剧情哦，跟我头来讲两款，拢只拍过掉的，所以讲这些拢是阿多的意思啦。今仔日包只后悔，继续是了阿红姐姐咁多啦。哎，三爷，我讲哦，九一相撞的时候，我在现场哦。你今天很牛哎。有啊，我在现场。公公，你是前女特务。哎呦，兄弟，给他整。啊。哎呦。你在恭喜啊！我是说九一保时捷相撞的时候，我在现场啊。那台车子好漂亮，好酷啊，竟然就这样蹦一样在那。拜托，我不是见识。